藏玉莲，那可是条汉子，开口说话腾冲会刮风，举步走路腾冲的地皮会发颤。你是唐艺人吗？看来看去不过是日本人的一条狗。黑道，我知道你会看不起我，以我现在的身份，腾冲人谁能看得起我？你明知我看不起你，还来这里干什么？明天你江府刑场被日本人活活烧死。我何以道做了一生的恶，没想到只做了一件好事就修来了火葬金身呢、啊、我抢自家人我该死，可日本人来抢我来，老子就是不答应。他们休想从我手里得到翡翠王，为这个我就是死也值了。黑道被日本人逮住了。对，消息准确。据我们掌握的情况，翡翠王还没有落到日本人手里。那翡翠王在哪儿啊？这个只有黑道知道了。日本人会拷问黑道的。是啊，我也担心的是这个。黑道毕竟是个土匪。土匪讲一个义气，何一刀重义，面对日本人他不会讲出翡翠王的下落的。但愿如此吧。拼死保护翡翠王不让日本人夺走，你毫无畏惧，这令我肃然起敬。我一个土匪是人见人恨的东西，腾冲的百姓看得起我，那我死后良心也会得到安慰。可你一个日本人的汉奸走狗对我肃然起敬，这是对我最大的侮辱，你给老子滚。心里藐视我，你说这些话像一刀扎进我的心口。人我没法解释也不能解释，你先喝口酒。可以减缓你全身的痛楚。这酒是日本人拉的尿，又骚又臭，还是你自己留着喝吧。黑道，我敬佩你是个英雄，为了让你喝这口酒，请耐心地听我一句。日本人现在战况吃紧，继续军火的供应，军火供应需要大笔的资金，日本人正疯狂地在腾冲城里拼命地寻找翡翠，想转换成军火，所以他们逼死要你交出翡翠王。老子就是死也不交给他们。这证明你是个英雄。你知道在腾冲所有的御工精英几乎全都留在城里，日本人正不择手段在寻找他们。表面上我只能答应日本人的条件，和日本人周旋，再想办法救出这批人。这不仅仅是数十条的人命，
在他们的背后藏有更多的翡翠。我不能让日本人透过这批玉工找出腾冲城里的翡翠，他们将会有更充实的军火用来屠杀更多的中国人。何一刀，日本人扔一张狗皮给我，现在我不得不穿上它。我唐玉人在腾冲可是个光辉善良的人物，我在马帮路上冒死，我在缅甸玉矿里冒险，我在生意场上与人较量，好不容易才换得了腾冲人对我的尊重，而这份尊重我看得比我自己的命还重，可是现在一切全毁了。在你们的眼里，我就像条丧家之犬，比过街老鼠都不如。可我必须忍，叫我碎了牙齿也得忍。这些话我不能告诉任何人，一旦日本人发现了，所有的计划将成泡影。今天我必须要告诉你，我相信你是条硬汉，你不会出卖我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很快我将以我的死来证明我唐玉人也是一条好汉。就是好汉敬给好汉，我全明白了。我何以道真是有眼无珠啊！这就是好汉敬给好汉的，我喝。烧又煎呐！我何一刀本来是千人马万人恨的土匪，日本人杀我，成全我做了一回英雄。唐玉人，我知道你今天晚上为什么找我，我想请你告诉我裴俊翁的下落。他不属于日本人。翡翠王陪着你殉葬，这也正是我的心病。翡翠王本来就是你历尽艰难找回来的，被我抢到手里，我是活不成了，留他也没用。翡翠王本来就是你的，那我就把它还给你吧。唐玉人今生无法献你，但只要我一息尚存，哪怕是最后的一口气，我定会点上一炷香，归集在你的坟前。好，我这就给你。交出翡翠王。
一件事情。你说，明天我将副刑长被火烧死。升天，把它当成我升天的仪式。可我不能让日本人来点这把烧我的火，我要你来点，你来点上这把圣火。何一刀，在我大人心中，仅有家，尊严胜过生命。知道这把火让你的心扉仍九重天门，这把火同时让我让你杀神之火腾冲人丁把我推向火山铁骑，从坠落底层万顷滚滚的容颜之中永世不得翻身。现在我这一切和你一样，我什么都不怕。我答应你，成全你。啊，大义人，我要的就是你一个意思。我何以道心愿已了，死而无憾。心上伤，我唐巨人为你点火送行。百姓们，你们看清楚了，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匪首何一刀。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作恶多端的人，今天我们大日本皇军为了腾冲的治安剿灭了土匪，活捉了何一刀。现在我们当众烧死他，为民除害。何一刀与大日本皇军反抗，我们杀一儆百。你们记住，谁敢与皇军反抗，谁就将得到这个下场。现在我代表大日本皇军点燃这把火，这把熊熊大火将燃起大东亚共荣划时代的到来。这把火让我来点。好，何一刀的死刑就由你来执行。
我死得值啊！没有人恨你，没有人记得你是土匪，只记得你为腾冲人争了口气。陶一人，动手吧。何一刀呢？我怎么会施恩于他呢？我的用意还是在大翡翠王身上。你想想，何一刀死了，他能把那块翡翠王的秘密带到地下吗？不会的。我明白了，东景阁下是寄希望于何一刀会把那个翡翠王的下落告诉给唐玉人。对了，我相信唐玉人送酒给他喝不是他的目的，他的真正目的还是为了翡翠王。东景阁下深谋远虑啊。现在翡翠王的线索可能已经到了唐玉人手上，我们要从唐玉人的身上打开缺口。
日本人太残忍了。何一刀虽然是个土匪，可他的民族气节重如山岳。何一刀的行为确实令人钦佩，可是翡翠王的下落现在还不明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找到他。孙师傅，有件事情我始终弄不明白，唐大哥为什么不上山？现在对他不利的谣言不停地传到山上，越来越多的人在怀疑他。我现在也不知道唐大哥到底是怎么想的，不过我总感觉他心里有秘密，而且那个秘密跟大翡翠王有关系。翡翠王不是被何一刀抢去了吗？谁都不清楚他的下落呀。可是我听说唐大哥去监狱里看过何一刀。唐大哥想在何一刀那儿打探翡翠王的下落。哎，谁知道呢？要是真的是这样，唐大哥受的委屈和屈辱我们就可以理解了。真羡慕你。我的处境你比谁都清楚，有什么值得羡慕的？其实你心里更清楚，这种处境你完全可以改变。
鬼的颜色。在我们这行里把它叫做玻璃底飘瑞蓝，女人戴上要抬高几个颜色。我想把它送给你。想好了呀，到我这儿来跟我说一声，咱们生意不成仁义在，你没事呢就都到我这儿来喝喝茶啊。县长，报告县长，找到村长您的下落了。在什么地方？在卢镇的茶楼里。只要抓住村长您，日本人就会对我另眼相看。那么有闲心呢、这里已经不卖茶了，你还跑来这儿干什么？既然这里不再卖茶，那冯县长又来做什么？我听说村师傅在这里，我特意过来看看你。我有什么好看的？老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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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冯仲才带人去抓村师傅去了。冯县长，你要是想抓我，我现在就跟你走，要是有话说现在就说。好，如果我们彼此能说得通的话，那以后就会减少很多尴尬。我知道你心中正在咒骂我。其实国难之际，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不得已之处。这话听着别扭。国难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既然当县长做了官，你还有什么不得已的？这种非常时期跟日本人对着干，只会招来无谓的牺牲。这个中间需要一个人来斡旋，才能减少不必要的死亡。那你今天想来斡旋点什么呢？日本人希望你替他们找那个翡翠矿脉，我劝你还是去的好。如果你自愿去，他们会对你礼节有加，你也会得到你该得的好处。要是从日本人手里得到好处，那我的祖坟上会被人吐满口水，我绝不会去。你不去，他们会杀了你。看来我没有退路。谁叫你身怀绝技？除非你这双识得透翡翠龙脉的眼睛瞎了。那你就当我的眼睛瞎了吧。可惜你没瞎呀。日本人需要我这双看得穿地脉的眼睛，那我就送给他。找到了，我终于找到了！拿去，拿去吧！
归前，却没了去路，只好一坏再坏，没完没了的欲望，无止无尽的追求，活着你看不开，到死一样放不开，太多的怨气，太重的晦气，在你的心底筑起的高墙，冯总裁，跨越这道墙，这么难吗？ 我不信冯娟有你这样一个铁石心肠、冷血无道的父亲。这场无情的战争，让人性变得丑陋。村师傅因你失去了双眼，但这道灵魂之窗，却在他心中永远的开着。而你，空有一双眼睛，因为你的心又瞎又盲。 好好记住，我不会杀，陈铁就要进城，他会帮我送给你最后一颗子弹。这个寸长宁，还真不得不让人佩服。冯仲才真是个没用的东西。 这么好的项羽师傅，到了他的手上却把眼镜给弄瞎了。这个寸长宁，对我们已经没有用了。冯仲才这么做，腾冲人会恨他。那他还怎么替我们做事？三伯，从现在开始，
我们要把精力放在唐一人身上。把他眼睛治好，行吗？我给你磕头了。大家放心吧。相信我会治好他的，我不会让我们勇士的心腐烂，不会让爱他的人心酸。山坡上的青草没有长腿，风吹过山坡，他们会快乐地打滚。山沟里的桃花树没有眼睛，这春天来了，它们照样会吐放着美丽的红花。有眼睛活着的人，用眼睛感受五彩流动；没眼睛活着的人，用心来感受黑白世界。各样活着的人有各种不同的感受，心是健康的，自会感受到那份美好。能改变的事我们尽力去改变，不能改变的事我们应该放宽彼此的心。日本人需要我这双看得穿地脉的眼睛，那我就送给他。麻雀，麻雀，老爷，吓死人的，不回进门前先禀报。老爷，有人看见陈铁进城了。陈铁。传奇，岁月中几多魔力，渡你在风里雨里水里火里，注定是相知遇与你。天地间凝聚灵气，有缘就无法回避，凭你在雪里泪里山里死里，相伴与你。依旧是我，我就是雨，我心如雨。
平吊着眉。